唐诗三百首，风·李峤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风能吹落秋天的树叶，能使早春二月的百花盛开。风吹过江面，能卷起千层高的巨浪，吹入竹林，能使无数竹竿倒伏下去。再读一遍，风·李峤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